师，别叫老师，这八位都是国家一演员，六朵梅花就在他们其中啊，你们是我的老师，别叫我老师啊，叫烦了。哎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怎么呢？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。哦，就上节目这事。对呀，上节目没问题、嗯、我不安排王彤肯定得安排你们啊，先给大伙儿介绍介绍。好，我代表河南豫剧院。我代表河南豫剧院三团。我代表河南省越调剧团。我代表河南豫剧院青年团。我们代表河南省曲剧团。我代表河南省基层院团。我代表众多的民营院团。祝贺李元春24年春光无限。祝贺李元春1007。好极了！今天来了这么多名家，咱们呢就来一个大荟萃。你看，正好四位男士，四位女士，咱就现场来个拉郎配、哎、搭配一下，好不好？会呀、啊，自由选择，自由选择、哎、啊！到俺这当家了，厉害！哎，老侯，我找刘元丽。哎呀，我选谁？我选谁？呀，就剩咱俩了。哎呀，我咋凑个唱出的？哎呀，你就干脆呀、啊，凑合着过吧，咱俩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其实他们俩在一块儿也挺般配的，俩男的。开始吧，打好了，谁先来啊？你先来啊！哎，先来，那走着。看我二哥！哎！事情也就算拉倒，用不着挂在嘴上常唠叨，自家人不必把弯绕，有啥话只管连根跑啊！早了吗？貌似那无言独自挨骂。哎呀，我说妹妹呀，等我3年期满到，我带你回咱老家去瞧瞧，我带你去看中岳庙，少林寺天天耍大刀，杀杀杀！再带你嵩山顶上摘酸枣，你看那嵩山有多高啊！爷弄来不来呀、啊嗯？我给大家弄一段牛排4000岁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来点掌声，来点掌声，开始，开始。羞愧难当啊，听山人我把情由细说端详啊。想当年长坂坡你有名上将，一杆枪斩草兵无人阻挡，日今你年纪迈发日双降，怎的难
江北有铁骑班岗，虽说你今一天大会败仗，愿山人我用兵不愁。你莫挂在心上，哎呀，你看大爷你怎么来了啊？那你叫乐调都唱了，我唱啥的？你咋弄这的？哎呀，咱俩都成一家了，我不该扛唱乐调，我能啥吧？你说啊？咦，你也得唱乐调，我也得唱乐调，唱乐调。咦、哎，你把神派给唱了，我唱冒派。你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而听那门声，响连声。借着月亮光，我把他来看呐、啊，大量女子，他那好面容，多说也不过那十六七岁，少说也不过稍上一冬，他那好头发，很有名啊，论长短，三尺零啊。又不差亮晶晶，上数个趴着刚三寸，数了个眼影交叉镜，像花正花带几朵鬓角起，斜插着那扑棱棱棱棱啊，扑棱棱棱棱啊，金蝴蝶来银蜻蜓，耳朵上戴的那镀金坠儿啦，滴溜溜的唰啦啦。等啊张九弟呀、啊、半笑不笑自来笑啊，一撮花露出来两个喝酒坑，他说话不见那嘴唇动，喉咙音好比酒，小蜜蜂在笼里哼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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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外边哼，吐一口吐沫扎个头，有海就好像青石板上顶银锭。你不来不来不来！哎呀，你怎么不来啊？不错不错，还有谁来？赶紧来！赶俺俩了。冒泡的烫，可甜了。来，中唱唱。月光下。我把他仔细想看，只见他羞答答低头不言，看打扮他有一手好针线，皱纹之辫子上出手不凡，吼劝他可做了好事，一天我心里好像按个扇子扇啊，听着大金鸡。
多亏了老皇兄啊，我的你呀、啊，今天上台把他官职来提，又给我们献上了反串的精彩唱段，最后每人有一句话为我们梨园千妻送上祝福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先来。梨园春24岁，一千妻。好，请记住，海内外，国寿替你。不错，艺术家在此平台沾吉日。师长逼高迪，梨园春正值青春好年纪，今天是一千妻，大吉大利大和吉，祝贺梨园春百花满园祥无比，高扬着梨园春弘扬戏曲艺术的千钧大气，千妻梨园正青春。